太浅，血灌溉深爱裂痕，留下孤单解罪爱。不是爱跳古日该命运，走神爱离开爱上，有阴影爱未转来。小姐，你爱坐船，让你送来啊。两点之后嘞？你喊我爱坐船，请慢用。哎，你等一下。你阿奶咪有卖拉炮个给过诶冇？拉炮给过诶？佮橘子个店应该会有卖啊。橘子，佮厝个外头吼，附近嘞一间插火店啦。莫去插火店，你阿爸爱骂街，冇骂街，那伊啥人哦，会冲走。佮插火店吼，出去做薯片，冇两班警察就看得到个啊，连狗都寻袂到。你讲侬阿唔清楚，俺用伫骂街橘子插火店伫哪位咯？佮你倒在伊用个啦。俺为你等俺去。哎，做嘛搁要等伊去啊？哎，也许面熟呢，唔免旅游中心呢，哎，许父母生，唔免伢死人头油。我去哦，你自家去。你阿生人哦，真紧唔等一下呢，拽什么啊？哎，自家落去啦。凊彩伊啊。你做嘛个啊？无啊，要证明银行的资料啦。平常没虾米整理个咩？来看，得看色情图片哦。哎，你用呀？你咩按出做嘛个？干咩个事啊？莫让伊起嘛个麻烦。那么看过阿莫礼貌说莫啦，又莫骗嘛，还怎莫去插起个？今日行安外堆，出去买东西诶。买咩东西啊？买个拉炮给过个啊。哟，啊真有滴咧办 party 呢吼。party， 木乖哦，啊嘛给着东西哦。吼，清水诶，都是节约变受偏宠诶啦。台子啊，来看你吼，真给你白目咧。跟你啥都表示按清楚咧，你安汤唔是咯？冇假啊！哎，佮西门个主动表示哦，都会对你有意思诶，你唔知哦？佮空气哦，没对我有意思，佮对我有敌意。橘子，你找我？阿伟啊！啊，这是我前几天跟春雨学做的鸡酱啊，你试试看好不好吃啊？嗯嗯嗯嗯嗯嗯大子，你也尝一口啊！哎，不不不不，这是橘子特别为你做的，但是要由你自己慢慢去品尝啊。人家都表达那么清楚了，你也太白目了吧？哎，橘子啊。那个这么大一罐，我吃到下辈子也吃不完嘞。有那么难吃吗？
是不难吃啦，不过跟我婶婶做的不太一样，有一种特别的风味啊，好像橘子的味道哎。这啊不应该叫吉椒，应该叫橘子酱。橘子酱，我专属的哎。这个啊就是你个人风味的橘子酱啦，只要你啊稍微改良一下，多放一点果肉进去啊，摆在商店里面卖，肯定啊变成新的招牌商品。多放一点果肉，了解了解，我马上回去重做。好，拜拜拜拜拜。对，橘子酱，讨厌啦！哎呦，啊，哎呦。恁亲某礼貌诶，恁某邀请伊找我来顺风啊。娘诶，谈到一餐，讲你谈到哦。管你妈事情啊！你伫遐变，过到一枪等候，唔会吵哦。诶，郭东勇诶，老有嘛去上班啊？恁应干有宿舍？诶，敢问呢？那每一张样本能给多少零用钱啊？哎，这个十年的事情呢？嘿咩，天错一度。还给他，还给送本人黑毛，给时时送东西本人黑毛。哎，你多大人用的啊？你整顿眼干咩啊？你多大人盲眼啊？盲眼整顿啊？想得美嘞！我呀，黑人的男朋友更好，底下见面。也着打算要结婚，共组一个美满的家庭。结婚？错啊！假使男朋友跟我同个花，你怎去读书？你就要结婚？你也爱干滴啊？当然唔滴，迄讲滴到，咱做得结婚，那迄土家走出来，望眼定爱滴鸦片，去睇俺男朋友。土家？你土家用本你也爱滴啊？我结婚？听说有理由的啊！你敢要有白白的啊？真滴无创意哦，莫用讲个疯子身份啊！爱啊，那也是许真心相爱的，几相爱？佮讲过后会讲伊去读个西人个，但见着太嘞，做得注意只篮球吹。哈，哈篮球吹个，你不点哦，多大应用个啊？生人的教育问题，你敢唔上高啊？你家庭唔幸福咩？系啊，我家庭系唔幸福。唔过，我唔会按样你表态，我对婚姻嘅希望。唔过娘诶，万一做唔得破坏我上爱嘅幸福，就算喊你咩做唔得。管我妈嘅事情，万一破坏你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查克辽谷屋，请问是要来住宿的吗？这边风景不错哦，很漂亮啊。谢谢。那请问你是要来住宿的吗？哦，不是，我是来找一个人。对不起。喂，我到了，在外面啊。你在哪里？不好意思，请问客房怎么走？在那边。谢。喂，哎，我到了。好了好了。阿干妈呀！阿干妈，我来买酱油。春怡，你上次教我做的橘酱，阿美很喜欢呢，还帮我取了一个名字叫橘子酱，是我橘子专属的酱哦。阿蕊的嘴好甜哈。哎，春怡。
阿磊还喜欢吃什么，你可不可以都交给我？哎呦，你这样问我，我怎么一下子忘记阿磊喜欢吃什么啊？这个厂商给我这么多试用品，我一个人只有一颗头，洗不了那么多。你帮我试试啊！哎呦，这下我想起来了，阿蕊她喜欢吃姜丝炒大肠。姜丝炒大肠，不过那个大肠头好难洗哦，很久没有做了。很久没做了，阿蕊一定很怀念哦。嗯。哎，沈晨，雪达，我有个事情跟你商量一下哦。我们家来了一个陶家少女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去跟她聊一聊？哇塞！哎，借过一下。春雅，你还想再收养一个？加上原来的五个，哇，那阿雷哥一定会被他们搞疯掉了。你神经哦，那是住宿的客人呐。阿蕊很好，小朋友很好，他们相处很好。后来，哎呀，走。哎，什么警察？那个陶家少女哦，我有听到，我有不小心听到，她说她要跟她的男朋友私奔，结婚还要生小孩，你去帮我劝导劝导好不好？啊，纯义，这种私人的感情是不方便干涉吧？哎呦，那女孩子还很年轻呢，妈给都唔敌耶。就像哆啦咪的妈妈啊，年轻的时候为爱走天涯，爱上有妇之夫，然后怀孕了，硬要把哆啦咪生下来。好了，那男的走掉了，哆啦咪他没有办法抚养，所以哆啦咪就到我这里来了。没担当的男人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我看呢，全世界只有阿雷是一个好男人了，只有他。才是有肩膀的男子汉。我看啊，我是跟现在年轻人有代沟。春雅，那你同意阿磊跟女孩子私奔吗？哎呀，阿磊都老大不小，帮他赶快结婚生子啊！去私奔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春雅，我一定会努力再努力的。只要没有人跟我抢，春雅的愿望一定很快就会实现。局长。加油！姜丝炒大肠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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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蒙度哦，哎，给蒙度，你要买你啊！哥，你办 party 啊？我们家哦，男朋友来啊，二老给分养啊。哎，还请贵宾来来跳舞呢，真劲哦，精力旺盛。精力旺盛，马哥啊，啊，我看哦，庞大哦，哎，本地都兴起来哎。哦。哎呦。哎呀，要哈用本领啊！那我有带东西去摄影啊。哎，看那泰国跳舞，跳摩拉拜，比较雄大的。喂，不要这样无理取闹好不好？我刚刚真的没什么，好不好？你当着我的面骂小芬擦汗，这叫没什么吗？那只是礼貌性。礼貌性太过分了。争风吃醋嘞？真的没什么，好不好？停车有问题，来去看一下。说没？不是，哎，晨晨。你刚刚拢系出来行行，要无等下来送不出了，又会啰啰嗦嗦啦。不过，一下。你莫爱啊，跟阿叔个来咯。哎，他阿叔伊讲哦，佮细妹系温度温温个。哎，李青冲准备要停营之后，偷偷结婚呢。你安小可的事情也没得哦，师妹哦，真个很八卦。这样没小可的事情呢，哎哦，小可的时间就托马来西亚台的，唔知无啊？托人家马来西亚个传统观念伫不会读哦，
给谁来诶，老师妹。假使无经过爷爷的同意，就做唔得强下。迄讲哦，有神风，就算去两三哦，欢喜感恩。哦，没生意，给谁来给骗哦？强用有可能会失到官司诶。你那有按严重啊？给都抢一堆色情女谈恋爱啊？哎，你老爱送妹都强用嘞，太过担心嘞啦。其实哦，阿春伊个担心也唔许无道理个。然后，青岛个小朋友根本就还忙滴，莫甲玩到爱情，就跳沉沉个想要结婚个。个牛滴莫甲爱情咯。就许伊边个唔滴啊，古说。怎会老强下按多年跟男朋友分手啊？嗯，你阿头个小爱嘿，嘿，爱老人的情谊要强用啊，爱小人要等于小爱自家咩？讲阿妈嘿，唔讲吼，讲真个啦，爱情原先俩个好上情侣呢，哎，你想看呢？敢许枪托夹到去颜色个世界，而你个爱情哦，怎会安勇敢、安安好啊？嗯，因为哦，米白输过上海个蛋呢，就进来见识。嗯，有上海谈一场轰轰烈烈个爱情，又会讲输手。哎。一代人的世界吼，真给他矛盾咯。哎，唐尼阿基发意思，迄本人上海国的什么的，伊种不熟哦。哼，无可能啦！那从头到尾哦，都无老爱那一三五朋友讲过，会老去结婚的啊。哎，你阿无诚意哦，难怪哦，你个五朋友会加分骗你。哼，你哦，没毛病还好几多啊？那金子吼，虽然带滴输红嘞，不过人家心哦，你看我照睇的啊！哎呦，哇，原来人家恶晒晒哦！妈，你还没上啊？哎，那上位天数你哦，实实行出了十年的阴霾啊！阿杨怎做得啦？杨杰下一只恋情吗？什么你哦？假使这对情侣吼结婚啊，因两啥做起来攀龙攀羊，敢要太多？哈，你想太多。敢袂？阿人讲，你阿个后生人吼做事情都唔会想的呢。哎，你假使哦，唔卡做得准备吼，到时节啦七手八脚，今年吼绝对唔会满意的啦。哎，你我闺女托个衰忙啊！哦，你还用看起来亲像个人来亲呢？哎，亲下，嗯。你想太多啦！讲笑个呢，哎。太子，你最近唔是个什么哟？昨晚去吃到眼睛失去啊！你敢无吃到？伊对你当特别咩？特别个茶。伊当场头摆都失魂诶！你确定伊毋是当旧当旧以前个女朋友？无聊。迄讲哦，你真见那衣服，昨晚计毋出家去穿去啊？没有啦，一点小争执而已，没事了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你
就是这个文文的男朋友。对啊，怎么了？你们今天下午不是还大吵一架，现在又说要结婚，这中间未免变化也太大了吧？你们到底是说真还假的啊？当然是真的啊，对不对，阿生？我很想结就结，我会尽一切照顾他的。哎，你才几岁啊？你有自信给一个女孩子幸福吗？我有自信啊。哎，好啊好啊，结婚了、啊、当然可以啊。我们家的哆瑞咪啊，还可以借你们当花童哎。那这个媒人婆啊，就是我婶婶啦。啊，真的啊？哎，你们真以为结婚这么简单啊？那结婚后的生活要怎么办啊？我过不久就要去当兵了，我们可以靠打工养活自己啊。没错，我可以好好的生活，等阿生退伍，对不对，阿生？嗯。哦。哎。那万一你有 baby 了怎么办啊？你打工的钱够养 baby 吗？还好吧，你也想太远了。杜伯哥，这个两位即将结婚的新郎跟新娘，我个人认为呢，以你们现在这个年纪啊，还不到生 baby 的时候，所以啊，我劝新郎千万不要被新娘给骗了哦。怎么可能被骗？我们都是大人啦，你不要太担心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我才不担心你们呢，我现在只担心啊，我的灯泡不够换。哎，你们两位啊，下次吵架可不可以换一种方式啊？比如说哦。先发脾气的就先亲对方5分钟啊！你还真有趣哎。差不多了，哎，大志，其他的你收拾一下啊。啊？啊什么？要不要我收拾？大志，小心这些气球。世界没让人家穷用比给了。显现不出来的世界，就等感通的情绪被念出来的世界再过下来。然后你需要的是一只好梦。PS， 比给两只事哦，是生理反应，不是心理，不好乱用是非。没错啊，谁睡不好嘞？气秀公的脚跌断了，要住院开刀。我准备一下，我马上过去哦。谢谢，谢谢。在医院哦，哎呦，要去医院哦，在紧的噶。哎，我看哦，你重点调的地方哈。哎，莫个事情变个衰包咱讲了。哎，好，重点啦，好，重点，我出门了，来。哇，宝珠婆哎，莫个宝珠婆。出门啊，
伊刚去学伊参加某个变装的 party 啊。不过你的粗心哦，其实吓你呢。我嘛假啊，迄持久讲个叫我得团体嘞啊，要开刀嘞。哈？硬个持久讲，敢要请验枪啊？唔治的，我去哦，怎会治啦？好啦，那哦，再让你打电话啦吼。哦。哎、欸，什么？哎，你唔记得了？你还要做个阿婶老母的媒人婆啊？个二毛菜婚礼要用个啥咯？四年哦，婚假啦，还记得哦，托伊在后年结识哦，再来结婚啊哈。哎、欸，还有啊，个民俗嘞，要用个啥？哦。我要请村村先生来吼，诶，带今年没问题啊。哦，给做好了，哎吼，还忙老做工第一天呢。啊，迄村村先生来天水哦，唔好欺负人家诶，迄铁做诶条路哦，唔好分期做，对冇？对冇啊？啊，对啦，对啦。好嘞，好嘞，好。Good morning. 哦，笑不笑？嗯，漂漂漂漂，谁买给你的、啊？这是老师。哦，原来是一脸震惊、十分严肃的森森老师啊！喂，你做嘛个人爱讲到青春按摩引擎，有哪相处个用诶？俺没有朋友个一面呐、啊。哦，咁久啊，方便来讲一下嘛？假使哦，俺老爱中英个影响下，俺没拿其他什么影响用，为奶奶呀。奶奶，俩吼无可能啦，突然个神通吼出现嘞啦，莫骗人啦，伊根本吼都唔会。会，俺真见会。唔信啊，俺做半款哦。阿瑞哥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耶。哎，你真年轻无聊，你又没爱装一个人，爱做嘛个老宅呢？好啦，爱弟吼有意义啦，要发自心肝肚吼，都应该晒奶啦。不忙啊，爱怎么做啥样的事情呢？爱老人讲哦，爱根本来哦，纯粹迄个阿顺天数个，等个气球刚出烟，阿顺头个医院转来，爱就会天天拿点包袱转去个。像无人问你，我来两批做物件呢，你根本越讲越唔清楚啊！你总讲哦，亚经理，阿基给我安排哆瑞咪去偷幼稚园呢。哆瑞咪，我们去上学好不好？好哦，那哆瑞咪乖，我们把奶嘴嘴放家里面。嗯，不要不要。哎。不要。哆瑞咪，我全能做伊好教，都搬去去啊，有冇个问题啊？伤口全能在，你没吃到清奇怪咩？哼，那有乜个好奇怪啊？哎，有个人啊，中意戴拍链，有个人中意戴金子，还有个人哦，中意戴三板的。哆来咪中意全能在，有乜个好奇怪？哎，来点都知道啊，其他骗人哦，真金钱无够用的，搿个装饰品哦，真有创意啊。怎么跟伢个朋友特别多啊？算了啦，哆来咪来，我们把背包背好，去上学。手手这样伸过来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跟阿瑞哥哥 say goodbye。来，哆啦咪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先生。哦，你好啊。玉兰花啊。排泄，我对咱用来翻微信吼过敏呢。先生，唔买啦，行啊，买来买有兰花的啦，那迄来青叶的啦。青叶哦，青白干叶啦。哎哎，迄买哦，有一个土狗种的蛇毛的，换到防疫物，佮提一个蛇袋，迄买带你滴啊？排泄嘞，你迄银行的运势啊，那不方便老人讲啊。哎呦，先生。拜托啦，天数一害啦！我屋卡最近有要紧的事情要请去，请哦，你用来见一下文文好么？
跟你用的客厅也不开问问，写的安尼个面相啊？伊哦，涂家亮三日嘞，那迄只个真心色请的啦，拜托啦。啊，还请真心色、哦？感觉是二妹都按洋葱。阿绿哥，冇个事啊？冇啦，叫来请人的啦。拜托啦，拜托一下啦，我卡真有要紧的事情要请去啦。哦，哎呦，好嘞啦，为到尊重银行吼，改先带一只天花吼。哇。真给你白落在呢。阿生，你看，我都规划好了。房贷、车贷，还有我们以后日常生活的费用，只要不超过我的预算，结婚后一定没有问题。我问你还真细心呢。可是结婚要花一笔钱，我的钱还不够。不够的钱我拿来了啊！那天电话就跟你讲过了，不要担心这个啦。那就好。哎，阿生，你看，我们家以后布置成这样子好不好？你喜欢就可以啊。你看哦，还有。这文文啊，每日两日怎么你就歇的啦？哦，安尼。冯太太。嘿。你要请这文文哦，都要两件啦。两件哦。两件。感谢阿头家。啊，不会不会。文文，他怎么知道我在这？开门，文文，你没有吗？我看我要不要先躲一下。为什么要躲？我们又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你哦，等会讲话不要太冲好不好？文文，你开门不按你屁要吗？文文，你老爷怎么给？文文，他爸不偏哎，你等下做屁要吗？阿爸用你最好啦。你当奇怪呢？阿爸不平，唔去照顾佮，含落一片老牙啰啰嗦嗦，欠翻牙种去做嘛个？文碧酱，跟爸爸妈妈好沟通一下。他还不是我妈，我妈早就死了。看你着两三下来，佮吵一下啦吼，应该袂做一招啦。来去停留米产品一点啊！不是啦，啊，这么想老去好死个。文文，唔好安尼啦，也爸不平的呢，等下转去好无？去生死都不死呢。文文，也唔好转去啦，铲出去。唔安尼啦，等下转去好无？啊！你同等于闹呢？你走啦！你走啦！你敢走啦？你用板呐！你够神经哦！爷啊！杨婷啊，转去啦！转去！转去！妈，你为什么在？阿勇讲了，你都会太子给阿妹哦。系呀。哎呀，也许挨送咪就错啊，紧紧等你啊。哎，你太子个头哈，都唔是咪都平平蓬蓬的啊。哎，等下，姑嫂，你都会问问的是阿妹哦。金黑阿妹，黑阿姨。姑嫂，你从头到尾都伫阿外忙人哦。错啊。莫怪你金门爱，皆都有奇怪的问题。你一开始吼，就会用个坑蟹花的态度来压飞黑咩？你也上瘾哦，防备心刚刚暗强，眼枪黑。不会啦，文文，你同阿姨转去好冇？你刚刚问问去法律讲冇？这个他就更很爱谈转去，那做就让人讲讲，还冇转去嘞？这个冇枪不开提防，转去做嘛个啊？那让人讲，那我是八岁嘞，那做在七家注意长孙爱七家的家庭。该拉先结婚，你做伊就让阿爸阿娘讲。文文，难说咩？你阿娘对事情也无碰触，计无往阿开下来求嘿，拜托啦，拜托拜托拜托，听下做伊咩？妈，你做嘛计阿无真知讲法啊？
文文，阿姨拜托，同阿转去啦。前头高中读的，前途太好，等开学都等我谈恋爱，怎么都无相关咩？怎么个等到太好才来谈恋爱啊？来几件广告嘞，然后咱阿先结婚。阿先结婚哦，我袂做坏事情，骗人讲都懂坏汤的嘛。唔要得个再好生事兴风作浪哦。佮遐个男朋友，要遐个未来老公，爱自己遐两个经营，你阿八婆唔要差很多啦。哎，我实在做乜嘅啊？够蛮你阿八婆啊！哎呦，太子，我按摩开开了咩？好，啦，哎，太子，太子，太子，也要听人讲咧。原来文文系唔和血缘关系嘅老母。好在哦，冇血缘关系啊。同事出出来啦。唔是诶。太子。那咪经验飞到嘅。老师跟我血缘关系人，你求其，啊唔真只都来飞到马街啊！佮死阿妹根本都唔插起啊！做马街打扮个上海勤勤爱美，伊就要三块爱，不问爱离开伊，佮死求其，只个爱心关注，会都来上马街啊！根本就一只屁嘛！耶！太子，太子，太子，太子。文文去喊细汉，你同我开钱都跳哪走诶？你还要走出五百同一个细来去穷下，一百千都不平诶，顾上来。哪摆啊？莫讲诶啊！啊，一系列啊，拢无想要底下家诶事情啊。太子，敢讲你爱心肝都请文文未？因为到期做落亚飞，有想过我诶心情无？你做嘛去求求托安吃食啊？阿妹哦，真个要调死落了，不难做人的啦。我对唔起，我要滴，我对唔起。唔过我有哪个难处啊？有难处，哪会讲啊？你到底有冇个难处啊？跟唔按样会讲咯，太子。从人家某一桌一吃饭，心里给他有心事问题吗？等记着这位哦，我就会做你的啊。记着，你要讲伢妹老婆们啦。伢个声音哦，莫想爱搁困到记个。你俩声音有冇按吃食？爱吃食，公用个讲哦。遐规则事情哦，最迟时的免挨的，迄记。小鬼啊，你敢有用同理心去想讲伢妹个情形？佮富人家嘞，佮当然有权利去追求自家的幸福啊。遐幸福吼，可能要享受。不过吼，最近的食材新鲜法啊，感觉佮阿勇做唔错了咩？新鲜法。哼，去求个很美阿姨个小阿妹啊，去求个伊爱新鲜饭面，哼，真够见笑啊！
俺每次都也没跟上啊。文文，你还是家的妹，俺们毕竟现在的新的家庭，几多解决新的家庭的问题啊？你敢每次都俺们真勇敢没？该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，是因为你烟叹气，你烟叹气没用的，是吗？哎，你敢没用过烟叹气没？你敢没想过，爷爸带不爷妹的痛苦？爷爸哦，一年多都失踪了，还留不爷妹哦，几千担的债务呢？你也总爱难为，伊敢做唔得无诶？敢讲爷妹无吃住钱，伊穿起自家的幸福。古说爷爸唔错，也超过伊承担咩？爷妹只会追求幸福，讲起完全无留恋家自家来诶。家的幸福哦，会见你当爷痛苦当过诶，点么啊？家人巴肚其实唔会痛苦咩？伊得到伊上爱啊，还有乜嘢好痛苦嘅啊？孩子啊，你爸都一生人做点老事情做到清楚没？你爸都娘没，唔会为到娘个事情怪给自家没？佮无表现出来，可能以为佮唔会处理。太自家多恩人，没生命的。阿妈没生命啊。好啦，你哦要继续言谈，佮娘个事情也差不多了。不过，我有一句话要送给你：你一年了没飞开烟摊，你一生人都会被烟摊牵连下。过后，你要蛮欢喜过日子的。阿舅啦，你爱暗藏哦。心意让你表弟弥补了损痛了。是买那么多箱泡面是要拜拜啊，可是最近又没什么要拜的、啊。哎呦，不是啦，我婶婶啊去医院照顾七舅公，我又不会煮饭啊，只好买这些泡面啊给各位小鬼吃嘛。春姨去医院哦。哎，你怎么看起来好像很开心啊？哎，你误会我了啦，七舅公受伤，我怎么会开心？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，越难过表情就越快啦。很多人都误会我呢。好，结账。哎呦，不用啦，你怎么可以给小朋友只吃泡面？这样营养会不够呢。更况他们都还在发育。哎，那些小鬼有泡面吃啊，就很偷笑哎，拜托。哎呦，阿里。你真是太见外了啦！我们都是自己人啊，有事情本来就应该互相照应啊。以后这种事啊，你跟我橘子讲一声，我一定挺身而出。之后啊，你们民宿的三餐包在我身上。真的假的？嗯。你要帮我们做三餐啊？嗯。何止三餐，还有洗衣、拖地、打扫，这种小事难不倒我的啦。哎，那怎么好意思啊？三宝，这些小事你不交给我做，我才会生气嘞。哎，那太好了。哎，我刚好有事情啊，要出去办，那民宿就请你帮我打点啦。啊，什么都可以交给我。啊，拜拜啦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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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记得记得。拜拜。哦 ，yes， 终于可以跟阿雷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真是太幸福了。哦，泡面。哎，你之前被犯罪躲了没？全能罪没？啊，怎么介厉害来买新的啊？你莫得理不饶人哦！哇，你俩地方吼严重的呢，我意思讲吼也很细心哦。嗯，亲吼就亚个意思哦。当然咩啊！
哎，老师老你讲，哎，韩式的世界，虽然没有全素职工的习惯哦。阿妹哦，为着建爱个坏习惯，韩式当爱个素职工放过番鸡肉啊、辣椒酱给掉的哦。哎哦，哎阿妹哦，真够勇敢呢。不过大白水田，我就会不敌不过的全素职工。加上班呀哦，所以得莫不硬咪掀起来憋嘴角个。看来咪唔抵用诶，佮坏习惯自然就冇咧。嗯，古手啊，冇个事情吼，吃盐都好咧嘛。假使哦，连全年最劳素质工作做唔得，啊个吃盐硬硬哦，唔应该要作去冲晒脱咧。也黑啦。哎，你客厅你俩睡得过去哦，真紧唔要继续全素质工哦。冲堂阿春讲哦，你寒舍的时间，特别喜欢带人表姐的西风哦。无上多也好，你还会偷偷带西妹去西风摸？当然唔会啊。我俩还好，较中意带点风摸的，看西妹伊啦做风色个性感内衣。变态。应该有啦吼。有冇个？黄色的性感内衣啊！嗯，我做嘛个人讲变态？哎，讲遐个啦！哦，真你很无聊哎。小姐，怎么了？看你那种反应哦，挺臭油哦。真的很变态。总共是169元，请问是太付账还是先生付账？哦，我的钱哦都被我老婆管死了，当然是我老婆付账喽。好有泪。清心中那些沉睡记忆，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。Shit。